啊，找一双拖鞋，绿色的好了，跟我这个衣服搭配一点。那 look 应该有个七八十分吧。这吗？往这？这怎么走啊？怎么走啊？这不是水池吗？哎，不是说有个人可以跟我相遇吗？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张燕琪。你好，你好，久仰大名。不是，你都没有发现那里有一个挑战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完全没看到。我为了怕你，你要偷看是不是？对，那没事，我假装我不看，好吧？我转过去。没有关系。哦，完全只是拍得到我的腿而已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也可以拿起来吧。 大家好，我是X Phone的梁怀伟。最近听了一首歌，还挺好听的，是梁静茹老师的情歌。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。可是那然后呢？好了，谢谢。这都能成功。 那要不我们继续躲起来？好呀，好的，我们这个位置，所以你能看到我是吗？还是说你走到这里？我刚才走到这里的时候才看到你。那我继续躲在这里。主要是你的游泳圈很醒目。没有，因为我不会游泳，然后他们说今天会下水，所以我就比较……难怪你穿的，对，你好敬业哦，我发现。